位父老乡亲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为了贯彻落实自治区复联关于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部署，贯彻落实中共钦州市委我们倡议：一、增设清洁乡村巾帼亮渣行动的引领者，积极响应市妇联号召，动员广大姐妹们开展清洁乡村巾帼亮渣行动的维护者，广大姐妹要发挥作用，发扬志愿不惑精神，积极。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妹，双泰如珠，风乡风文明，治理有效，三国富裕，致富的领乐人，把勤劳、勤奋和学习提升作为开始，培育一批新型职业女农民，培养农村，家政服务，积极参与五好家庭、最美好家庭等评选活动，倡导男女。举行捐赠仪式，请中国人寿钦州分公司。大家想了解九妹最新鲜的土特产，请点击右下方了解更多。来西瓜视频，关注巧妇九妹。